阿 Susan 就想問916啊，能源電力啦，15蚊有貨嘅話，應該點操作咧？近期嚟講咧，內地嗰啲嘅電力股咧都係比較上偏弱噶啦。咁啊就咧，即係其實你睇翻咧，就龍源電力咧，咁都去到八月咧，就連跌去到第三個月噶啦。咁啊就六月咧就已經跌咗一成啦。咁啊七月就跌咗超過17%。暫時嚟講咧，就八月咧都跌緊有8% 嘅。咁啊就。偏向上嚟講咧，就咧啊，可能係真係去到九月或之後嘅時候咧，嗰個電力嘅需求先至會係比較上係大啦。咁就咧，對於一啲嘅電力股會有一啲嘅提振嘅時候咧，先至咧跟住之後咧，就會再睇翻一啲嘅節能嘅股份啦。咁啊咧，所以暫時去睇嘅時候咧，可能都係咧偏向有一心理準備喺度，咁咧就比較大嘅支持位咧，可能真係要落到去11蚊咯。咁變咗咧，就揸住貨嘅朋友就可以就留意住，咁啊有啲耐性去守一守。咁但係咧，如果你話咧啊，要寄望翻可能個股價咧係去翻13蚊或以上嘅話咧，我相信第四季嘅時候咧，佢個股價咧係有機會嘅。咁啊就可能係去翻就13蚊以上嘅時候咧，先至考慮咧會唔會係咧沽貨啦。